周青岩。我靠！你等一下哈，因为好友我们就是来了。我靠，台一位两百啦，人讲真个，两位四百啦，三位开你五百啦，有人要吃无？前两三桌一届电话五百，门开四百，两门开三百，三百块。有人要吃蚵仔，要做大锅的三百，周青岩啦。哦，蚵仔也强买安尼，这抓起来是安尼翘买的，哦，无强买两块块。作青的，各位人要吃蚵仔无？三百块，吃给你足大只，两只给你啊，过来。哇靠，偏霸王的啦，三只啦，三百，三百块人要吃哦，保证现捞，没有现捞不用钱。作青的，有会金扣扣，金扣吼。人要吃蚵仔无？三百，大哥你别来啊，来。